拉出去。猫哥，你说的是啥歌？的声音。为什么有的歌都放不了了？不让我放啊！呵，感谢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支持啊！我看见了。我记得我昨天好像唱了。这是今天还要听一遍吗？这么喜欢这首歌。我唱了。谢谢雪、啊、谢谢。这个忘是啥意思呀？正好我们真爱召集。今天要再听一次。好的，我真爱召集完了，我给你唱啊。完了，没有点召集的可以点一下召集令哦。当天是眼泪连成的，带来是爱情的潜规则。好的，完了，没有点响应的包菲儿点一下响应。今天我过响应我就过两次，不过三次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正好没有过真爱任务的兄弟们把真爱任务可以过一下。谢谢岁月哥，岁月哥别耍了别耍了，你可别刷了，你再刷我生气了啊。你再刷礼物都给我整成负担了。以后不行刷了，刷啥呀？你说我开支我得开多少事？哎呀，每一站都有人难上车下车，不是每个路口都有选择，你爱的擦肩而过。响应的可以点一下响应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没有点响应的大家可以这个地方点一下响应。包裹里边没有免费的那个吗？免费的那个桃心形状的那个心啊，真爱。谢谢淡淡的棒棒糖。我看看啊，这个狗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的，这个狗我也没整明白。就是这个在包裹里有免费的，大家可以送出来。开完真爱，只要你开通真爱包裹里就有免费的啊。完了，没有点响应的大家可以点一下响应哦。起来了啊！正好没有过真爱任务的，过一过真爱任务啊！我们今天才4000多个，马上我们就5000了啊！真爱任务还差，这个不用看了，每天过咱们过6000多个就行啊，6000多个就行，不管我直播直播都可以啊！我刷新一下，包括领免费的，加油哦！包括领免费的，谢谢 QQQ 哥。就这个真爱在包裹里边，你找一找。谢谢谢谢，这个小狗是干嘛用的？谢谢广州哥哥，谢谢谢谢。完了，没有点响应的点一下响应，响应响应，你们有小号的可以进来一下小号。贝尔抽到国王吗？这个好像不能抽吧，国王。这个没听说呀、啊，那骗人的吧？啊，就是这个响应。啊，没有点响应的，那正好没有转发朋友圈的可以转发一下你们的朋友圈哦。如果不方便的话，转发完了你再删了。啊，2400。
4000，还差500多个，还差500多个，上面还差400多个啊。好，就是不用花钱去开了，就点有响应的点响应，等要开的话我们下把去开。哎，厉害了，今天这么快就过完了上面啊。响应响应，大家送出来就行啊、哦、这个小狗送出来就行了。这个小狗是花钱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花钱的呢？花钱的就不要花了啊，就送免费的就行。嗯、啊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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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信上上有，都是骗人的，花一毛啊，那不是免费的吗？有说是免费的呀。哦，一组66爵位，一组66获爵位就有小狗是吗？全套啊，免费的，有说免费的，有说花钱的啊，点响应就行。那个不要停，不要去花钱去开了，不要花1块钱去开了，等下一轮我们再开。我们先有响应的点响应，如果花钱那个你稍等，等3分钟之过了之后再开一轮，你再开。这个上面任务已经过了啊，谢谢冰冰哥。小狗不花钱，要花要哇哇币。啊，花0.1YB 送一个小狗抽奖。狗，那是送66个狗，是这个狗66我会收到吗？那你们送66的话，这个明细里边是没有啊啊，这就相当于让你们花1毛钱嘛，是吗？啊，我懂了，可以抽国王啊。欢迎平安师傅哥，把平安哥绑一下，好久不见，平安哥。哦，这个能抽到吗？这抽到了也养不起呀，主要是太贵了。夸抽一排国王多好，那老有排面了啊，只是体验呢。哦，急到了急到了，会整啊，那玩意儿在哪儿抽啊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抽啊。卡皇是3组1314棒棒糖或8掌都可以，哥，谢谢大家送来的66啊。啊，只有手机用户才能抽。这个是啥时候出来的呀？有1分钟，那我把这个何时了，这不是那个红尘唱了啊，红尘，嗯，主要是我唱完了你就跑啊，这一天给我整的我都不想给你唱了，真是的。偶然之间我遇见了你，
族圣人歌、学者歌、小杨歌、老九歌、广州歌，还有冷风歌、强歌、天空之泪歌啊！谢谢谢谢谢谢信仰哥哥。好了，我们有点响应的兄弟们，把那个响应的包袱点一下喽！谢谢，哇！谢谢毛哥，我陈磊，我唱的没有太好，没有那么好听，就是。谢谢毛哥，谢谢毛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毛哥，没有点响应的，帮我点一下响应喽！啊，没有点响应的兄弟们，帮菲儿点一下响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地方有个响应啊，响应完了没有开加一团，可以帮菲儿开一个加一团啊，那个是一天要刷一毛钱过任务的。完了包裹里啊，开完加一团包裹里就有一个爱心啊，写着真爱两个字，送出来我就涨积分了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先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我看看啊，哎呀呀呀，这么快都5000了啊，5000个人了。没有转发朋友圈的兄弟们可以转发一下你们的朋友圈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真爱真爱，想要走走走不掉，一辈子真爱一次，为何要偏要你遇到，忘不掉就解不掉，我要唱歌这样会怎么办好了，真爱任务还有这些啊，我们每天的任务是6666000吗？嗯，还差58个啊！现在任务没有开的可以开一开，1块钱一个月。手机用户最好用安卓系统哦，不要用苹果的。马上就9级了吗？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那你就是电母了，我是水母。我是水母。啊，没弹窗吗？没有响应的点一下响应，感谢兄弟们啊，谢谢咱们家的兄弟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你们要不过我就给你天天这么唱歌。谢谢毛哥，谢谢山哥，谢谢。响应的可以点一下响应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。还有2分钟啊，还有2分钟，还差二线任务还差100多个，开完战任务的把你们包裹里边的礼物，就是这个是免费的，就是桃心，就这个桃心，开完之后包裹里边，不是刷礼物那里啊，包裹里那里边是免费的，可以刷出来。你要是过战任务呢，他会送出来会加一积分写着。你要送一个棒棒糖的，第一次送的话，就是说开完战役任务，他会加20积分，那个人会写20积分，就像这种会嘣弹出了一个这样式的积分啊，这个东西。好了，没有转发朋友圈的可以转发一下朋友圈，每周都可以转发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厉害了厉害了，没有点响应的点点响应哦。唱这歌歌词里就有我，我非爱得轰轰烈烈，爱着毛哥，毛哥多幸福啊，啥呀什么情况，这没分不行啊，哥欢迎影子哥，响应没有点响应的点一下响应，还差一点点，上边就够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开完的真爱可以点响应，如果没有响应的退出一下啊，再进来就可以点着了。哎呀，还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，加油，还有好几秒，还有几秒钟喽。OK 都整得这么吓人啊，为什么总这么吓人，
能转发朋友圈了，没那个选项了。哦，好吧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嗯，这回我要唱个什么歌呢？唱个这个歌吧。Thank you.
要找个曲儿。这回最后今天最后一个任务了哈，那我就放一个那啥。没有做摘肉的，把摘肉也咱们也做一做啊。没有点响应的兄弟们可以把响应点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点响应啊。在棒棒里边啊，他会点出来之后会加一积分，再送一个棒棒糖会加20分。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一份礼物，谢谢。这个地方啊，你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叫追加响应，你们这个地方叫响应啊，点响应。如果不能响应的，退出一下再进来试试啊。13个，不会算账了。还有13个，还有12个，要用安卓手机哦。从你口中说出的坚决绝如铁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。此时此刻我们一卯族的兄弟们全部站起来，感谢黑夜哥，感谢李哥，感谢咱家兄弟们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一哥召唤可以停了啊，没事，今天结束了请你刷屏了。六
厉害了。换个歌，谢谢正南王哥，谢谢孤五哥，谢谢孤五哥，还有方五哥，谢谢谢谢。这有的时候你这俩名字我为什么就整不明白呢？哎呀，反正都是我的歌，没事儿。太有激情了，又找回原来那样了。如果要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，就是跟离废的时候就不远了。谢谢风光哥。今天本来想休息两天的，嗓子不太舒服。完了之后我一想，这还任务过不去啥的，再一个还有这些东西，完了我就这两天我就少播一会儿，总比停播强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正好也能过过这还任务。不行，那天我都看了，都可累了，过，因为这现在这个正还任务基数太大了。不辛苦，欢迎那谁哥，因为真爱任务吧，现在咱们家还做的挺好的，不想就这么搁浅着。大家都这么努力，给我弄的我都不那啥了。欢迎那谁哥。头疼。而且吧，我还属于什么人呢？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，就有的时候一唠嗑唠就给我唠精神了，就不愿意下直播。今天送啥呀？蹦蹦糖。过任务睡觉去吧。行，新年快乐，放个视频儿。哥你要听啥？累不点个歌。谢三五哥。行，那我们就来个压轴的，这个由你来点。你说吧，别给我整个楼兰啥的，那直接我就扎脖了。欢迎六少。新年快乐哥，你要听啥歌呀？离人丑，离人丑，静蕾哥哥不是静蕾，叶蕾哥哥，离人丑我刚刚唱过，我明天给你唱好不好？我这两天不舒服，本来要停直播的，我不怕这任务过不去，行吗？静蕾，叶蕾哥哥，明天给你唱，我刚唱过了那个歌，我可以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你像一个人呢？没问题，那咱们就这么约定好了，哥。我再唱一个这个老歌，送给金娘哥哥。结束曲，完了没唱过的，我明天接着再唱。外面下着雨，我心犹如雪在地，爱你那么久，其实算算不容易，就要分东西，明天不再有关系，留在家里的衣服。有空再来拿回去，过去相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。
出声音。我的宝贝，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欢迎海川哥，
是你们喜欢听的歌，那我就唱了。好。嗯，是什么？哎呀我的天哪。好，你等一等哥啊，我把这首歌唱完的，你敢不敢等我一会儿？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，谢谢海威哥，还有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霾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情人，那就是你向你告别的声音。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翅膀，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。当灰烬插红了凝霜的屋檐，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那布满荆棘的他乡。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翅膀，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，哦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。谢谢风哥，谢谢海浪哥。哎，海什么叫海什么了？谢谢叶哥，千万不要相信大私聊的那种菲儿，都是骗人的，不是我啊！千万别上当受骗，兄弟们啊！楼兰估计够呛了，试试啊！我用翅膀那掀起那天边的海浪，我用深情那托起那血红的太阳。在这刺骨而凛冽的大风中，你会听到在未来的呼喊。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让我遍体鳞伤。
便宜。谢谢谢谢谢谢风哥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哈川哥是不是我的楼兰？别人的爹。哇，厉害了！今天，谢谢谢谢，我今天嗓子有点哑，可能唱的不太好听啊，哥。但是每次唱的《楼兰》啊，都是假唱。但是你听我唱《楼兰》，我从来没有给你假唱过。不能说是假唱，是我自己的声音啊，不能说假唱，假唱好难听的。别人的也不一定全是315，分情况，315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是不是315。但这个绝对不是315。谢谢谢南斗哥。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，风尽披风为你御寒。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。想问姻缘界那一根红线，深埋生命血脉相连。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，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。你总是随手把银簪插在太阳上面，万道光芒横送着你长发的波澜。看清你的容颜，你总不小心把剑影靠在月亮上面，万顷月光舞荡着你优美的梦幻。我闻着芬芳，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。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，
你总是随手把银盏插在太阳上面，万道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你总不小心把倩影靠在月亮上面，万顷月光舞动着你优美的梦幻，我闻着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人心难懂哥，许仙哥，芒果哥，海威哥哥，还有班武哥，还有天使，还有入睡哥，海棠哥，为你而来，还有姑姑哥，有缘，还有人心最难懂，还有狂魔哥，叶磊哥，还有森林哥，还有鹬蚌小哥，谢谢六叔，还有随缘哥，哥的名字叫我的楼兰。好啦，那我也今天我也要下直播了。歌的名字叫我的楼兰，可能刚进来的兄弟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吗？这是我的楼兰。谢谢，欢迎守护轩轩，这是谁？守护杆儿一声啊，谢谢。心愿我先关掉吗？好了，再次感谢所有的兄弟们的陪伴，谢谢我峰哥，还有鹬蚌小哥，还有毛哥，也谢谢我姑姑哥。还有土豆回收、土豆泥、土豆花、秋雨哥，还有小福哥，还有相伴哥、海威哥，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蹦蹦糖，谢谢，还有芒果哥，谢谢芒果哥，还有叶磊哥哥，叶磊哥明天给你唱了啊，记得来。还有方武哥、土豆酱哥、土豆丝儿，还有别人家的爹。一下耳过哥，还有旭月哥，还有陌生哥哥，还有国情哥，许仙哥，易哥，老方丈，还有人心难等，广州哥，烤土豆，信仰哥，旭月哥，还有土豆炖排骨都给我整饿了，真是的。还有圣人哥、守候菲尔哥，还有东边雨哥，还有森林，这全是木头啊，还有邪笑哥、芦苇哥、我飞步行者啊、尊上哥、力哥、蛋蛋哥、三千哥、大诺，这个念什么？念诺吗？大诺弱智吗？这什么什么称呼？还有爱心、土豆，还有字如啊啊，念如啊，大如弱智，什么什么成语？这是大如弱智，这是什么成语？谢谢力哥、自家哥，谢谢黑夜哥，还有土豆哥，还有雪天使，还有苦海慈航，还有威武营哥、学者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今天我就下了，早点休息，因为这两天不太舒服嘛。那我就先下了，拜拜，么么哒。
的名字叫走江南。拜拜，那我就先关麦咯，谢谢大家的。